南亚国家尼泊尔西部当地车山的侵袭发生规模5.6的地震，累计死亡人数是增加到157人，共184人受伤。这是当地将近8年来史上最严重的地震。因为当地无救援工具，这救援人员只能空手去找幸存的人，如果死伤的人阁会继续增加。囡仔人的头壳顶包纱布，目睭开开，睏得真安稳。眼角伊的面有真侪伤痕，一旦看出地震的时有偌危险。南亚国家尼泊尔西部贾贾克特地区的拉米丹达庄头，当地车山侵袭发生规模5.6的强震，因为震央真浅，加上已经侵袭，真侪人已经困去，死伤人数拢超过100人。这个关于马里亚，关于我，这个千层地震，连600公里外赤壁国家印度的首都新德里都有感受到。离拉米丹达庄仔头的当地民体，真侪拢是用石头啊、甲插头来起的。地震发生的时阵，真侪厝马上就倒去，部分建筑虽然无崩起，也毋过走出来的人毋敢回去厝内困，只会当困伫厝的外口。离庄仔头因为伫个山区，加上地震阻碍对外交通，救援人员伫个无设备的状况之下，只会当用行的进入山区，伫个无工具甲设备之下用手救援，嘛让救援进度真慢。我稍微倒闭啊，我了倒闭啊，你摆了，我了我哩搬走，别到我哩没钱呢，啊又不能接表，要接表，除非说唔接，当初那轮子给别轮子。这是尼泊尔为2019年来发生规模7.8、死伤达到9000人的地震了后，死伤最严重的地震，不过经济损失嘛未少。在救援继续进行之下，死伤人数有可能阁会继续增加。暂时，尼泊尔总理达哈尔已经到当地探望地震幸存的人，而且是受灾区指挥救援。李副总理是表示，中国甲印度已经表态会协助救援。国际新闻台是董平耀。